来一条天婆系列什么线路。谢谢你出面，现在既然你可以没事了。不要跟我这么客气。哎，你不是要去找他吗？忙去吧，你不要陪我了。珍妮也是帮大老板做事情，都是自己人，我帮他应该的。朱莉，小姐签红信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反省。你是我的花朵，在里面一定挺无聊的吧？妈给你带了一本书。没事多看看书。一定要记得。要好好反省，开庭的时候一定要老老实实把事情说出来，知道吗？千寻，你在哪里？
下一家什么情况在哪大气哦弄应该管的。都别来了。这是我妈做的养生茶了。不讲完了小林去吧啊。这个五花真正就超贵。爹地到底都为都不骗。我手上有枪。你想要那个打手鬼公文骗走。你真正不怕啊你有报应吗宝贝，我知道你是不希望冤冤相报，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讲的？我的股份啊，已经确定讲给吴华退去了。若是要跟伊拍官司，那我这老命，也不知会当拖多久。这个麻烦啊，要搞人家是谁啊？我来吃败事。只有我手上有枪，谁都杀不死我。总共一句啦。去讨厌别人叫我姑姑了。
哥在。你最讨厌别人叫我姑姑了。姑姑，世界千万比。看我脚踏无敌风火轮。我不高峰，你是我的。今天的我没有极限。我绝对没有骨化规定性高的，我应该退掉的，我怎么弄脱的来？大姐，哎，这小弟在丢。老师，我这个病，安奈，这个骨化你把不过来，只有咋地？最讨厌别人叫我姑。转过眼命啊，可恶，阿伯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。大伯，有什么事找你讲？阿伯，昨天阿伯想去倒位啦？你这么人就好好啊，留下来，有什么代志，咱大人做伙参详啊。哎呦，大伯，你们感觉家己无路用好不好？各位，我来想过明，我将军决定，我一定要离开。大伯，国家真正需要你。你要离开的事情，等我课上跟大家参详以后，咱再讲好不好？明个考干嘛？我有我安排，这个厝我无得来协助，你一定要收我的好。一定安尼做诶，啊！不过我是无希望你离开，课长爷爷嘛无可能答应的啊。Yeah.